牛先生，牛先生，吃饭了，牛先生。啊，牛先生，你怎么了？不要过来，我染上天花了，会传染给你的。天花？天花之疾，重则致命，轻则脸麻皮。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蝴蝶谷，到外面借宿半个月，也免得我将天花传染给你。我不走，若是我走了，谁来服侍你啊？叫你走你就走啊！我不走，还好我懂一点医术，也许能帮上忙的。张无忌，你吼我也没用，我知道怎么做，才不会被你传染的。你真的不走？其实我虽然不喜欢你，但是这几天我觉得身子舒服多了，这表示你对我的寒毒有所费心了。我爹说，受人点滴针当涌泉相报，如果我现在走了，那我还算什么呀？所以我现在不能走。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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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哎，牛先生，你说什么呀？哎，牛先生，吴先生在吗？吴先生，哎呀，吴先生，空洞派圣手伽蓝简洁求见蝶谷一仙胡先生。哎，怎么了？ 我头好痒，请胡先生帮我医治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照付。好痒啊，我痒得受不了了。胡先生，胡先生，华山门下弟子薛公元，先来后到，先救我。我也痒啊。胡先生，先医我救。胡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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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来。哇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蝴蝶谷的？是金花主人告诉我们的。牛先生，牛先生。又怎么了？金花婆婆，金花婆婆是谁啊？金花里面含有剧毒。啊！你没有告诉他们我身染重病，不能帮他们医治吗？我说了，都说了，可是他们没人理我。那就把他们赶走。赶走？你怎么赶走啊？那是你的事。哎，牛先生，牛先生。哎，小兄弟，胡先生怎么说啊？哎，你们别吵，我什么都听不见了。别吵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你们听我说啊，首先呢，我也是个病人，他呀得了天花，也没时间来帮你们看病了。啊，不行，胡先生不依我，我就不走了。哎，就是我也不走了。我看你们要耍赖了。金花主人要我们死缠烂磨，非缠磨到胡听牛帮我迷伤不可。对呀，就是。对呀，我耗着不走了，我也不走了。哎呦。我又不是这儿的主人，没权利赶你们走，你们随便好了。哎呀，哎，娘，娘，峨眉派纪晓芙求见。娘，你不能死啊！娘，娘，娘。娘。娘，啊，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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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兄弟，我叫张无忌，你是张翠山的儿子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前一阵子。你们一家人的事轰动了整个武林，说起来我和武当派还有一些渊源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应该叫你纪姑姑的。我就叫你无忌哥哥。哦，你是？我是杨不悔啊。哦，不悔妹妹。纪姑姑，我看你脸色发青，一定是中了剧毒了，要不然我帮你先看看吧。啊，嗯，好。等我一下，
七姑姑，你用气试试，觉得怎么样？啊。七姑姑，觉得怎么样？舒服多了，没想到你小小年纪也懂得医术啊。久病成良医嘛。无忌哥哥的本领真好，娘不痛了。哎，小兄弟，你在听我讲话吗？这些人又不是我明教中人，死也好活也好，我才懒得理会呢。这我明白。明教牛先生，我有个问题，假如一位明教弟子外表看不出来有什么伤，但是肚子胀得很大，这应该怎么治啊？若是明教弟子，我便用山甲、龟尾、无花、生地、灵仙、雪结、仙桃、大黄、五香还有墨药以水酒煎熬，再加铜面，服后便会泄出腹内淤血。哎呀，小兄弟，哎呀，快我！哎呀，别动，住！哎，哎呀，小兄弟，哎呀，接下来该轮到我了吧？哎呦，实在受不了，疼死我了，我受不了了呀！小兄弟，小兄弟，哎呀，该我了吧！小兄弟，该我了，快点！假如有一明教弟子头皮发痒难耐，那更是小事，只要用南星、防风、白芷、天麻、羌活、白附子、花蕊石等药物捣烂，或以热酒服用，便可。谢谢小兄弟。假如有一明教弟子左耳被人灌入铅水，右耳被人灌入水银，眼中又涂了生漆，那又该怎么办啊？哼，金花婆婆真歹毒。刘先生，你说这应该怎么治啊？倘若那人是明教弟子，我便用水银灌入他左耳，铅块溶于水银呢，便随之流出，然后再以金针探入右耳，水银便可附于金针之上，慢慢取出。至于生漆入眼，是以螃蟹捣汁服制，或能化解。小兄弟，你真是神医啊！我的头不痒了，我也好多了。多谢啊，兄弟，多谢！回去以后啊，你们一定要继续服药，我想以后的病啊就可以痊愈了。哦，谢了。季姑姑，无忌。哎，季姑姑，你的脸好了。啊，是啊。虽然说谢谢比较生分，但是无忌真要好好谢谢你。你没事吧？啊，好疼啊！我看看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回去啊，帮你上点药啊。哎，你怎么了？这个了，我帮你编的花冠，摔坏了。哦，你在心疼这个花冠啊？没关系，坏了以后回去再编一个不就好了？
对，再编一个。嗯，再编一个。凤儿，娘，我在这儿。哎，鸡姑姑，你的脸。这药你有没有加过别的东西啊？你为我煎的药，我怎敢乱加东西呢？药不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无忌哥哥，娘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早晨就直喊疼。今天早晨？季姑姑，我跟你说，没错，动药的只有我和那只牛，果然是牛先生在捣鬼。啊！金花婆婆派来的。牛先生，你叫我救人，为什么自己又要害人呢？你说话呀。牛先生，你是不是没脸见我？啊，你是谁呀？牛先生一定遇害了。牛先生，真的遇害了。牛先生怎么了？那个女怎么了？被鸡姑姑困住了。牛先生，你没受什么伤吧？还真紧。你不要管我啊，马上带她来见我。等等，抽屉里面上面数第三个，你拿三粒牛黄血煎丹给他服下，快点！你说什么？快去，我迟了就来不及了。哦。牛先生，我整瓶拿去了。哎，好。别动！快服下！滚开！用不着你好心。哎呀，是牛哦，是胡先生要我让你服下的。走开！我叫你走开。你真烦。无忌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把他带去给牛先生吧。走。要给他吃了吗？吃了，照您的意思，三颗。牛先生，我给你介绍。你怎么有内伤？谁把你打伤的？你问他们。你，哎，鸡姑姑，别这样。无忌哥哥，一定很疼吧？难姑，此番你毒上加伤，若是我能把你治好，咱们永远不要再比试了，好不好？这么一点外伤算不了什么。这次我服的是什么毒药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牛黄血结丹要是真能治得好我，我就服了你。就只怕医仙的本事，未必及得上毒仙。那姑，十年前我就承认，我这个医仙远远比不上你这个毒仙。每次都是你故意让着我，这次我就要自己毒自己，非逼你进出法宝不可。哎呀，这是何必呢？我们为什么为了一己之争比来比去呢？牛先生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句话呀。
五弟兄弟，刚才我一时性急，多有得罪，还请你原谅。哦，这些我都没想。我不明白的是，你们两个到底在干什么呀？无忌，你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可是刚才为了我的夫人，我才冒犯你的。夫人？她是你夫人？对，我夫人姓王，闺名满屋，我们是同门的师兄妹。我专攻医道，她学的却是毒术。有次她向人下毒，我急于争强好胜，不管对方身份，将其医好。就这样接二连三下来，夫人她……你夫人火了，她就故意下毒要你救人，你们这么一比就比了十年，是吗？不比了，再也不比了。我今天发誓，从今天开始我不争强不好斗，永远不比了。有一点我还不明白，胡夫人怎么会和金花婆婆扯在一起了？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了。有一对自称是东海灵蛇岛主人金花婆婆和银叶先生的老夫妇，身中剧毒，找我来求医。当时我坚持见死不救，绝不为他人破例。虽然金花婆婆许下过极重的报酬，只求我救老岛主一命，但我还是袖手不顾。这意外的是，这对老夫妇居然并不向我用强，便即黯然而去。最近夫人在外得到消息，银叶先生毒发身亡，金花婆婆正迁怒于我。夫人是怕我有事赶回家来，让我假装染上天花不见外人，即此夫妻潜心思索如何抵御那个金花婆婆的法子。接下来的事情你们都清楚了。原来金花婆婆伤我们是有意，是胡先生是不是坚守诺言，除了明教弟子以外绝不替外人医病疗伤。医好姬姑姑的是我，跟牛先生无关啊。虽说无关，但也得到了我的暗示呀。所以夫人在每个人的饮食药物中加上了毒药，其用意有二：一是要和我继续比赛，二是也是对我的一番好意，免得无忌治好了各种怪病，金花婆婆势必要怪在我的头上，那么我就是在劫难逃了。走。怎么了，师妹？师妹，你怎么了？师哥，师哥，我们做了20多年的夫妻，可是你总是看不起我的毒术。不论我下什么毒，你都能医得好。可是这次我服的是剧毒，你要是能把我救活了，我就真正的服了你。你这是何苦呢？牛先生，刚才我给他服了3颗牛黄血结丹，难道无效吗？要是有效，能疼成这个样子吗？牛先生，你一手神通，难道你夫人服了什么药，你都不知道吗？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他服的应该是3虫3草的剧毒，只是这6种毒如何搭配，我还看不出来。师哥，师哥，你干什么？师哥，不要管我。师哥，师哥，师哥，不可以。师妹，你丈夫无能，实在解不了你这个毒，我们只能到阴曹地府去见面，在黄泉做夫妻了。师哥，刘先生，我夫妻的事不要你管，出去。我出去，你给我去。我们出去吧。师哥，师哥，你怎么了？师哥，快，快服牛黄血结丹和玉龙四合散，然后再用真解解毒。那又有什么用？我服的毒药分量轻，你服的太多了，要快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师哥，南宫，我
全心全意的爱你林，可是你老跟我争强斗胜，咱们夫妻一场，聚少离多，我也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意义，倒不如死了好，一了百了。师哥，师哥，师哥，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师哥，你不能死啊！师哥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比试了。师哥，师哥，你不能死啊！师哥。金花婆婆，金花婆婆来了。师哥，都是我不好，你不能死啊！师哥，都是我不好，师哥，都是我不好。他怎么了？你是谁？我在问你话呢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你瞎了？你没看出来他是服了毒吗？出言不逊，讨打！师哥，死我了！师哥，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的，师哥！师哥，要和咱们一起走！老身我亲自动手了。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季姑姑，我该怎么办啊？胡夫人，胡夫人，我们要怎样才能救你们的命啊？快，快给他服牛黄血结丹和玉龙松合散。哦，再用金针刺他涌泉穴、九尾穴。快！刘先生好像还有气啊！太好了，这胡夫人说的方法就是他们。要是研究不出如何根除玄冥神掌的寒毒，我看不出一年，我真的要长白地下了。金花婆婆行事极为谨慎，我想她一定会来探查。我们夫妻必须马上走。你要为我们修两座坟，希望这两座新坟能骗得住金花婆婆。无忌。牛，胡先生，你终于认我了。我认，我在心里一直认您的。无忌啊，我们相处这么长时间了，有过欢乐，也有过争执，今天就要分手了，我心里还真舍不得呢。我，无忌，不要难过。你心里清楚，我们是非走不可。我毕生所学都写在这部医书里，无忌，送给你。你身中玄冥神掌，阴毒难除，只盼你好好研究我这部医书，尽快找出驱毒的法子。只有这样，日后咱们才能有相见的日子。该上路了，夫人。胡先生，胡夫人，保重。小子，你是胡青牛的什么人？一个人在这里叹气？我叹气是因为我身上中了玄冥神掌，不久就要跟胡先生。
玄冥神掌啊！这世上果然有这功夫，是谁伤了你？我不知道，只知道他是汝阳王府的人。我中了他的玄冥神掌之后，我特地来找胡先生，要他帮我医治的。可是他说我不是明教中人，不肯帮我治理。现在他死了，我的病没人治了，我真是越想越伤心。英俊文秀，讨人喜欢。可惜呀，中了这不治之毒。孩子，你的父母是谁？我爹叫张翠山，是武当派弟子。我娘是……什么？你是武侠张翠山的孩子？哦，我明白了。用玄冥神掌伤你的人，一定是要逼问金毛狮王谢逊和屠龙刀的下落。金毛狮王和张翠山是拜把兄弟，你一定知道他人在哪儿。我不知道。乖孩子，你只要告诉我谢逊所在，我金花伯伯一定医好你的寒毒不说，还要教你一身天下绝顶的功夫，怎么样？我爹娘不要性命，也不肯把我义父的行踪告诉其他人。你认为我是背叛义父、背叛我爹娘的人吗？哼，还挺硬的。看来我怎么对你说，你都不会告诉我谢逊的行踪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就好。好，有骨气。那我就带你到东海灵蛇岛，慢慢的折磨你，看你这小小的年纪还能熬多久。走。我不去。走。我不跟你去。跟我走。金花婆婆，请不要为难小孩子。你怎么还没死？我金花婆婆的事儿要你在这儿多嘴多舌吗？走过来，让我看看你怎么还能活到今天。过来呀，小福，怎么如此不争气啊？阿丽啊，师父，你怎么到今天还没死啊？这位婆婆让你过去给她瞧瞧，你就过去给她瞧瞧，别丢了我们峨眉的脸。过去啊。是。不必了，我跟你们峨眉派无冤无仇，今天懒得跟你们扯了。你不想扯，我倒要扯。金花婆婆，你不在你的灵蛇岛上纳福，却跑到中原来生事，还假冒我峨眉派救难案记，这笔账应不应该算呢？哼，要跟老身算账的门派多如牛毛，我不在乎你峨眉一派。哼，好狂啊！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手中的珊瑚金拐有没有你的语气硬狂。当年郭襄创立峨眉一派，名动天下，如今传到徒子徒孙的手里，我倒要看看还有几成功力。就算只剩下一成，我也不敢有辱失明。哼，好。我手都麻了，你放开我吧。我不放。放开我吧。我就是不放，看你把我怎么样。你手中拿的可是天下第一宝剑逆天剑，算你识货，果然是好剑。好，今天我认输了。阿离，走。师父，师父，这个老太婆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居然敢跟您老人家较量，自讨苦吃。哎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没事，没事。我虽然仗着倚天剑削断了金花婆婆的拐杖，可是她的内力让我气血翻腾。小福，哎呦，人家想帮你吗？
可是不懂得上药。我自己来啊。叫阿离的好坏哦，把你的脸上抓了那么大一个口子，还疼不疼啊？无忌哥哥，他师父的样子好凶哦，我娘好像很怕他哎。嗯，我好担心我娘。可是，季姑姑又不准你去看他。这样吧，要不我去看看你娘吧。我以为你以命丧天鹰教，我一直为我的好徒弟身上不舍，痛心惋惜。但是我没想到，没想到你还活得好好的。弟子以为师姐已经……你的事我怎么会清楚？我也跟师父一样，以为你死了。我还建议师父在峨眉祠堂为你立了长生牌，那天三炷香的祭拜你呢。我不管你当年是怎么离开天鹰教，我只想知道，你既然活着，为什么不回峨眉？我无颜面见师父，是因为你身边的小女孩，她是弟子的亲生女儿。小福师妹，峨眉门规第三戒是戒淫邪放荡，你在外私生孩子就是犯戒。最不可原谅的是，你竟然十年不回峨眉来。戒心向外，倒反师门。说话呀！弟子知错。既然知错，不可不罚。严重违戒，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办。师父，没有门规，小福师妹触犯门规。我还有话要问他。我问你，你是跟谁生的这个小女孩？举世回答，不许瞒我。是杨潇。谁？杨潇。杨潇，魔教的光明左使杨潇，是他。仇深似海，大师姐顾红子就是给这个杨潇活活气死的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没罩着你，如今小夫，师父，你失身于他，欺瞒师父，倒反师门，私养孩子，这些我全都不计较。如今我要你去做一件事。师父吩咐，弟子自当竭尽全力。你知道杨潇在什么地方？弟子知道。你去杀了杨潇，将功补过。不。你说什么？不。师父吩咐的任何事，弟子都绝不迟疑。我要杀杨潇，我不能做。季小福，不管江湖上人们怎么评断杨潇，在我心中，他都是有情有义的好人。没有他，弟子早已不在人世。没有他，师父的倚天。小福师妹，师父已经不计前过给你机会了，你何苦要自走绝路呢？别说峨眉派与杨潇素来有仇，就是魔教也是江湖的公害，你杀杨潇是为江湖除害啊。师妹，听师姐的话，师姐的心意小妹心领了，只是
不理解，你不会明白的。我就明白，如果你不听师父的话，师父就会。那我只有一死，一谢师门。师妹，师妹，不要跟他多说了。明君，你退下。是。纪晓芙，我只要你说一句话，你杀不杀杨潇？弟子对不起师父。你哭留在世上无用。小福师妹敢违抗师命，依徒儿看来，全是为了那个小杂种。去除掉那个小孽种，省得留下祸根。是是。是不是可能？这个孽种绝不能活！出谷找。是。季姑姑。娘，你怎么躺在地上？快起来呀！季姑姑。娘，无忌哥哥，娘不理我。季姑姑。娘。季姑姑。娘。不会。娘，你脸上都是血，我来帮你擦擦吧。不用，不会。娘要走了，以后你一个人在世上，要坚强地活下去。不要，季姑姑，不要记恨任何人。娘。你去哪儿，我也要跟着走。无忌，季姑姑，我求你一件事儿。你带着这铁链链，带着布儿，到昆仑山做望风，找他爹杨潇。娘，布儿哪儿也不去。不，你听话，要不娘会生气的。季姑姑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不悔妹妹送去的。替我转告杨潇，说我不悔，我永不后悔。
水吧。谢谢。志斌，东西，你别吓我了，咱马上到纵望峰了，赶快上去吧！啊，纵望峰那么大。怎么了？那边好可怕！你又在吓我了。可是是真的。哎，赶快去找你爹吧！啊！好可口的小娃儿啊！你真是鬼啊！我不是人，你不是鬼，我是吸血鬼。鬼夫，十年不见，你来我做我风干什么？我杨娇啊。似笑非笑。